好，来小优。我刚刚这两个在选，这个解析度有点太低了，你们。后退点看啊。好，后退点看会比较好。等一下，因为解析度低，往后看，而且老花也一直这么大。我没有老花。我觉得你们这一张真的挑的有点很贱。解析度不高。一定要弄一个撅脸的这样子。对啊。好，我先九号，王建明。这个再错，我跟你姓。解析度不够高，往后站，什么道理？没有，解析度不够高，要眯着眼看。谁？这个王九号王建明。王建明。王。这个也不让我对。王建明，恭喜答对。哦，蒙哲，其实刚错在你这就很绕赛哦。是刚图一出来，我全部都知道，但我一直看不出来这个酸梅脸到底是谁。我跟你讲，我大概知道他是酸梅。可是如果因为撅脸不是他，我会生气。不是话术又低，然后又用一个酸梅脸。我估计是他，而且是不是近期的照片？因为这个人如果是正确的话，他当中华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。对，哦、真的、哦。嗯。我发现有个话术更低的他。你们可不可以找位画质好一点？这个低到有点夸张。后对看，什么后对看一样？然后后对看，他是小熊维尼嘛？对啊，他小熊维尼打棒球、啊。我知道啊，他上次来还笑到肚子抽筋嘛。对啊。